this.所有线上的杰斯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是 Vincent， 很高兴呢，各位再次来到我们全球线上培训课程，我们的大中华区 Jones Life。我每次呢在主持这个 Jones Life 课程的时候呢，总是特别感到的兴奋，因为呢我可以在线上跟所有的杰斯家人相聚在一起。因为呢每一次在我们课程当中都有非常精彩，也让我们丰收满满的这样的课程内容。所以呢，每一次的 Jones Life， 除了你自己来到线上跟我们一起互动学习之外呢，也请你呢一定要广邀您的伙伴以及我们的潜力的客户一起来到我们 Jones Life 来共同学习，来增加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产品或是市场发展上面相关的资讯。当然呢，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提供了我们的中文、普通话，然后以及广东话，然后以及英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同步的一个翻译。所以呢，在线的所有的家人们，如果你是用我们的 Room 的平台呢，你可以在你的屏幕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口译，它上面有一个图形，是一个地球，你可以点下去。我们目前的主频道的文语的语言是中文，那你看到里面来讲的话呢，英文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的翻译就是英文。那如果是简体中文呢，基本上就是广东话。所以呢，现在请各位呢调到你所要听的这个语言的部分，然后同时准备好你的整个的工具，然后以及保持网络的畅通，让我们的学习的品质呢在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持续下去。好，那不知道各位已经准备好了吗？如果各位都准备好了，把它都设定好了，请你在屏幕在我们的聊天室上面打上888，让我们大家一起都发发发。好，那这样子的部分来讲，哇，太棒了，大家都刷起来了，哇！所以呢，这代表我们所有杰斯家人这渴望这个学习的心啊，以及坚持我们一定要成功这样的一个信念，为你们大家 举起我们的一个什么大拇指，哇，太棒了！好，那在接下来我们课程一开始之前呢，那个有几个重要的活动讯息呢，要先各位做一个这个什么
回馈的一个分享。首先呢，我们在四月份的课程当中，各位有看到我们的 Dr. Vincent 他有特别针对我们的全食防护，然后以及细胞优化的课程呢，来跟我们做一些介绍。尤其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调整好生理时钟，可以透过我们的 AN 呢来提升我们一天白天的活力，透过 PN 呢，然后能够让我们夜晚有很好的休眠。更重要的部分来讲的话，是由我们的 Dr. Vincent Chen Papa 所研发出来的 LifeMNN 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也是我们抗老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那为了让我们所有的杰斯家人获知更好的健康、青春跟美丽，所以呢，公司特别从这个大中华区5月21号，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好，一直到我们的这个6月1号，的这个上午11:59的时间，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健康活力限时超值套餐。而在这个套餐当中，你只要购买一组我们的 LifeMNN 之外来讲的话，我们直接就送在座的这个伙伴呢，直接有这个 AMPN 一组，哇，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请各位呢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那当然呢，在套餐当中除了消费积分之外，还特别加码旅游积分，就是要让我们在获得青春跟健康活力的同时，还有机会一起同游澳门，尤其是享受我们杰斯安排的最顶级的奢华的这样的享受。那让我们大家在生活旅游中感受与体验杰斯的美好。好，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呢，我们活动有另外一个活动是到我们大中华区7月1号中午的这个2021药生蓝宝的奖励计划。那这个计划已经如火如荼的已经展开了，那各位呢都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很多的这杰斯伙伴现在已经摩拳擦掌的要把握这次的竞争机会。所以呢，紧速为你以及您的团队设定好您的成功目标，除了跃升蓝宝成就高峰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有额外获得最高奖励$6,000的这样的一个奖金哦。那当然在此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杰斯家人们，要参加这个活动呢，一定要在你的个人的网络办公室，也就是我们的 back office 我们的后台，在经销商报表这个专区处呢，点击你同意参加此一奖励计划，才具备获奖的资格哦。所以请你立即采取行动，为成功取下承诺。好，谈到这边各位应该非常兴奋哦，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就是呢，在每年的9月份，大家都非常清楚，其实是我们杰斯全球欢庆生日的日子。那在2021年，我们的全球年会是以一个奶引爆契机为主题，那目前已经展开了各项的这个前置的准备，为了让全球杰斯家人获得更精彩的内容，总部特别精心准备了一份问卷。那在我们的屏幕的这个右上方，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二维码，所以呢，现在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呢，把这二维码去把它这个扫码，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些问卷，透过你们的回馈跟问卷的内容，那相信呢，公司在准备我们2021引爆契机线上全球年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可以提供各位更棒、更好的相关的内容。当然，除了在二维码上面，在我们的屏幕上面看到二维码，在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的小编也特别把我们这个问卷的连结也放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好，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扫的话，你现在也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连结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同时也建议各位呢，同步也分享给我们团队的伙伴，如果他现在不在线上的话，让他们也有机会一起把他们对这个2021引爆契机线上全球年会的相关的一些想法跟建议也能够回馈给我们，因为您的回馈跟您的建议将会为我们2021引爆契机再添更大的一个动能哦。好的，那相关的这个活动资讯呢，以上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看我们今天主要的课程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的这位主讲者相信大家不是那么的陌生，那我们这主讲者呢，他是来自我们洛杉矶的这个钻石级总裁 Mandy。 那 Mandy 呢，他具备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位，那也是一位肿瘤科的医生。那虽然过去呢，他的家人跟他朋友也跟他介绍了我们整个杰斯，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特别的在意，也没有去特别的接触我们杰斯，直到他的家人因为各个不同的身体的状态，然后接受，然后以及食用杰斯的产品之后，
整个身体得到帮助，也获得了这个在身体上面，在我们的这个青春美丽上面，以及在这个未来的生活上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改变。那进而呢，引发了我们 Mandy 博士的一样兴趣。他非常的讶异，为什么杰斯的产品可以帮助这么多有不同状态的人都同时可以获得青春跟健康呢？因此呢，他积极的投入了解，并进而呢去体验杰斯，分享杰斯。今天呢，他要从杰斯产品的研发理论，也就是我们的 YES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精神，来谈我们如何获得完整的 DNA 的防护。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andy 的精品分析。让我们以最专注与热情的心，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Mandy 博士。Hello，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我是 Mandy 医师，在美国洛杉矶呢从事肿瘤治疗的工作。今天啊，非常开心受到公司的邀请，又和大家在线上相遇。其实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我是怎么接触杰斯的。那我自己呢，由于我自己的这个固定的思维啊，成见，我其实对杰斯不闻不问呢，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呢，我质疑过，拒绝过。那可是当后来呢，我自己家里面的四位家人不同的身体问题，因着杰斯的同样的产品都得到改善的时候呢，我就不可能对他们这个改变视而不见了。所以当我研究之后，我才发现杰斯的这一套细胞优化产品真的太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健康需求了。那到今年，我的父亲呢已经82岁了，他还在继续从事着他热衷的写作生涯，而且还在继续呢出版书籍。我的妈妈呢今年78岁，那她现在也是精神抖擞，而且啊还参加了好几次的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并且在她的这个年龄组呢还获得了名次。那我大姐呢，困扰她几十年的这个慢性的鼻炎呢也得到了改善，而且她的整个的柔弱的体质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提高。那我大姐夫呢，他的亚健康啊，就是中年的亚健康啊，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恩杰斯的产品带给我家人这么好的这些健康。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注意到啊，其实当我们在外面，当我们仰望星空啊，去惊叹这个宇宙神秘而浩瀚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这个人体啊，我们这个人的人体呢，身体里面这个小宇宙啊，其实比我们整个的外面这个宇宙更加复杂。那自从人啊在这个地球上啊出现以来呢，其实这么上万年的这种演化，那在对里面的这些很多的东西，我们还在不断的在探索当中。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听到一个词就是自由基，或者说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环境的因素已经污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自由基的侵害。那当自由基侵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24小时不停止的在为我们的健康呢做着战斗。所以呢，我们其实身体可能还有很多在探索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身体就是一个侵犯和免疫它们之间的一个平衡。而且呢，当我们的身体受到自由基侵犯的时候，它就会让这些反应就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然后会产生一些炎症。那当我们的不断的会被侵犯，或者说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由于这个衰老，或者说由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的话呢，去减弱或者说失调的时候，那这些炎症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慢性的炎症。其实呢，在临床上啊，急性的炎症呢是比较好治疗的，那慢性的炎症呢是很难弄的。为什么呢？因为慢性的炎症一些可能有一些症状，但是大部分它是比较隐性的，我们叫隐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它如果没有症状的话，那在临床上我们好像是感觉没有办法去治疗它。但是呢，慢性炎症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很多疾病的罪魁祸首。它真的是影响到我们全身，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些全都影响。那我们可能大家也听说过酒炎鼻癌呀、啊。那其实在比如说像我们的肝炎病毒，它会引起我们肝脏的炎症，然后从而呢会导致到最后可能会转化成肝癌。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去想过，我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失去了我们的健康。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得病的？我们很多人都有，比打个比方说有脂肪肝或者有酒精肝，那我们能记得是哪一次喝了过量的酒啊，然后导致了这个肝脏的损坏吗？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的疾病的发生和我们健康的这个养成它都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健康呢必须要重视起来。那我们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呢？所以像这些的话题的话呢，抗炎、抗自由基、抗衰老，它会一直是一个话题萦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非常有幸啊，就是说来跟大家谈论我们杰斯的这一套独一无二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产品。那其实呢，在我谈论我们这个产品之前呢，我想啊，让大家呢，就是说需要了解杰斯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我们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呢，我们不但想要活得久，我们还要活得更好，对吧？那杰斯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想要成为年轻的一代，让年纪呢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因此呢，就是说杰斯他不只是说倡导人，我们要当然呢，我们要遵循我们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因为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呢跟我们的基因的健康呢有直接的关系。那杰斯呢根据这个理念，他开发了这个符合这个理念的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然后我们称它为细胞优化系统。从宏观上来讲，杰斯呢是把这个人体呢真的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呢来呵护我们的健康。那从微观上来讲呢，那杰斯的这个产品呢也是从我们每一个细胞的健康着手，让我们每一个细胞呢恢复它本身应该有的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而且这一套产品系统呢在其他任何地方是没有你找不到的。我最喜欢的杰斯的这一套产品呢，是因为它是真的是以科学和尖端的技术为后盾，所以让它这个独有的系统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看起来年轻，感觉年轻和活得年轻。那现在呢，我们就不多说，然后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一些产品线。那让我从我们这最流行的这一款开始啊。Reserve 英文叫 Reserve， 那中文呢叫配全精华。那其实大家知道吗，在过去的11年里面，这个小袋子啊，我们已经卖到了超过10亿袋，其实那就说明真的有好多人很热爱这个产品，也因此呢也因着这个产品受益。那它用凝胶的方式啊，包含了9种的这个超级的浆果和水果的这个成分，我们称它为抗氧化剂的能量场。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人随着衰老，细胞的衰老，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跟氧化做斗争。所以呢，抗氧化剂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那这个配全精华呢，它真的是支持我们全身心的这个健康的需求。主要成分呢，是来自一个多酚的这个化合物，它叫白藜芦醇。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喝红酒对身体有益。那在红酒里面提取出的这个成分呢，其实就叫白藜芦醇，它其实是在葡萄皮上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白藜芦醇这个成分呢，已经被科学界啊广泛的深入的研究了，有上万篇的这个论文、临床的一些实验报告，所以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白藜芦醇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抗氧化、抗自由基、抗炎症，它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它还可以启动我们的长寿基因，也有延年益寿等等的这些功效。那这些功效其实是已经被验证过的，已经被证实的。那再加上我们杰斯的这个配全精华呢，它还综合了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巴西紫梅啊、绿茶、樱桃、石榴、芦荟啊等等。所以呢，它其实结合在一起呢，变成了一个复方的白藜芦醇，给我们带来呢更多的身体的益处。使用起来呢，那当然是也是非常方便，因为像我们看这个小袋子啊。非常的方便，所以我称它是简单、方便、快捷、高效。其实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随时服用。而且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的提取物，所以呢它是老少皆宜，不分男女和年纪。里面呢也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糖，也没有人造的色素啊、味素啊或者什么甜味剂那些的。所以我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一款抗氧化的这个产品了。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款产品。啊，这一款产品，那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我们叫 AMPM。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款的 DNA 修复早晚修复系列呢，是由我们的这个获诺贝尔提名，然后呢获爱迪生发明奖，还有很多头衔的，被称为抗衰老之父的 Dr. Vincent Jin Papa 博士呢，经过多年的临床的实验的研究，然后研发出来的产品。那它的目的呢，是调节我们的自然的这个生理生物钟。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的。所以我们在白天呢服用 AM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精神饱满；晚上服用 PM 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深度的睡眠。再结合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可以打开更多好的基因，然后关闭呢不好的基因。当然，它的好处可不远远指这些哦，它包括十大类，有超过70多种成分的这个独特的配方呢，真的是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24小时都接受到这种营养的支持，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全方位的，所以以便让我们的细胞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能得到最大的这个自我修复，然后更好的去为我们的健康呢去保驾护航，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从里到外。而且是从里到外给我们全方面的这个呵护，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这一款产品呢，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的。这一款产品我非常非常喜欢哈。这一款产品呢，其实我们杰斯的产品啊哈，除了当然我们有内外的哈，我们除了我们的 Dr. Vincent Jin Papa 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外用产品的这个 Newman 博士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呢也是抗衰老的先驱，是这个科学家这个 Christian Drapeau。那其实他在再生医学界呢，就是还有就是健康领域抗衰老这一片这个方面呢，也是得到了全球的这个认可。其实他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啊。其实细胞的干细胞呢的主要是的作用啊，就是说帮我们人体日常修复和组织再生系统，它干细胞来讲它是一个基础。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有更多的干细胞存在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就会加强，那当然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健康就会自然的得到改善。那我们这个 Revita Blue 呢，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像我们的蓝绿藻、沙棘果和芦荟，那这几种成分其实在科学界呢已经被公认的它是非常有益处的，而且啊在民间已经被用了几百上千年。当然我们这一款产品它不直接产生干细胞，但是它却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髓去释放更多的干细胞到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里面。其实当我们真的人上了年纪之后，30岁40岁之后，我们体内的这个能供于我们使用的干细胞就越来越减少了，所以呢它能刺激更多的释放到干细胞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的话呢，那就很自然的它就可以支持我们身体自然修复和这个更新的系统，然后呢从而去支持我们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当然那这个成分它本身也是抗氧化的一些成分，所以它是完全又加起来可以支持我们可以健康的去老健康的老化。那这一款产品呢是我们杰斯的刚刚推出不久的一款非常新的产品。这一款呢真的是也是我们由我们Vincent Jin Papa博士的又一力作啊，最新设计。我想说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非常的短暂。那生老病死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人生四部曲。生和死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掌握。但是呢生死之间的这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真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让这几十年呢活得更加的精彩。那 LifeNMN 呢这一款产品呢就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精彩。为什么呢？因为医学界已经知道啊，就是我们整个细胞的这个活性，我们整个细胞的能量跟我们身体的这个 NAD 加这个物质有关。当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随着衰老，那我们的 NAD 的这个含量呢，在我们这个细胞的线粒体里面呢，它也慢慢的在减低。有时候它会减低到 40%， 有时候减低到 50% 左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的精力不太如从前了。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物质的减少。
那我因为这个物质本身的分子量比较大，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的去补充这个 NAD 加，但是医学界已经发现，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补充它的前体。那现在最热门的呢，就是我们讲的 NMN。那我们的 Life NMN 和其他的 NMN 产品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一，就是我们的是一个复方的 NMN， 因为这里面它包含了有六种的我们叫青春配方，非常的独特啊。那这六种配方解决了我们的这个第一，我们的 NMN 进到身体里面啊，它的这个活性的问题、吸收的问题、被这个吸收以后被利用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很多的好的东西我们吃进去，我们没有办法去吸收，没有去办法去去消化吸收啊，像这到最后，那它的生物利用率那肯定就不会很高。所以呢，那我们的这款 Life NM 呢，真的是蒋帕帕博士又送给我们的一个大礼。而且呢，其实我们这里面还有的成分呢，它还可以支持我们大脑的功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青春的这个活力，让我们最大限度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年数。也就是说，让我们每一天都能生活的精神饱满，然后呢，生活的更加美好。所以我非常喜欢，我已经开始在使用这个产品了。那这一款呢，也是我每一天必不可少的一款产品。这是另一款真的是革命性的，可以激活我们脑功能，然后呢的复方产品。其实你看到了吗？其实杰斯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复方复方复方，因为当你做一个复方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功效其实是可以一个倍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数字，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功效呢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产品呢 Mind， 我们中文呢叫敏动力，那它是呢关于记忆的，但是呢它又不只是关于记忆，它是关于我们有更清晰的思维或者我们的专注力。其实当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每一天可能在手机上很多的时间，我们每天接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有一些是有用的，有一些是没用的，不管怎么样，那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这个叫什么，都在处理这些信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被信息轰炸，那我们的大脑就会随时好像处于一个很疲乏的这样的状态，慢慢的呢，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记忆力好像有点开始衰退，然后我们的这个除了记忆力衰退之后，我们好像做事情好像也不能集中，即便是能集中呢，好像我们也不能集中的太久。所以呢，这一款产品真的就是针对像这些问题哈，可以针对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辅助的作用。那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像我们的 CeraQ， 在临床上也是已经有研究证实，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呢有一个修复激活修复的作用。还有我们的什么茶氨酸呢、GABA 这些，它其实这些成分呢相辅相成呢，帮助我们有效的促进脑部的这个健康，提高我们的集中力，然后减少精神干扰，让我们可以更加做到思维年轻，然后成为年轻一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即便是你的身体很年轻，可是你的思维已经不年轻了也不行，对吧？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天真的也蛮辛苦的，我们的大脑，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大脑去补充，然后这一款复方的这个营养素，所以是必须拥有的。那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 Finity， 我们的中文叫做菲乐青春胶囊。那其实这个名字已经可能告诉大家，青春胶囊，谁不想拥有长久的青春呢？所以这一款产品呢，真的值得我好好的介绍一下，因为它含有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个复方的成分。这一款产品呢，它其实是主要是讲我们叫 telomere 这个端粒的，就是说。Telomere 端粒是什么呢？端粒就是我们染色体，我们基因染色体的末端的部分。那这个端粒是干嘛的呢？它是来保护我们的基因遗传信息。所以很不幸的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细胞啊不断的在分裂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端粒呢就会不断的缩短缩短缩短。然后当你缩短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基因的这个信息，我们的遗传信息就会被流失掉，或者有时候会就错掉了。那当我们这个端粒到最后都无法缩短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细胞呢其实就死亡了。所以菲乐的这个复方成分呢，它里面呢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叫TA65， 它是可以活化我们的这个端粒酶，然后让端粒呢去增加它的长度。当然呢，
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疾病和健康都需要时间的累积，所以日积月累，然后呢，我们的给身体的这个细胞的更多的啊这个营养素的话，那它的这个端粒慢慢的这个延长的话，那你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长寿的寿命是不是就会更长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身体足够的时间，让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起到变化，让大家呢活得更加的青春。那这一款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提到这一款产品之前，就是刚刚我跟大家就是非常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杰斯的几款的内服的主打产品。当然我们其实杰斯呢还有一套非常棒的就是外用的干细胞生长因子的护肤品。那这几款内服产品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动心想要尝试一下，对不对？不过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肠道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哪怕我们服用再好的、再高科技的、再创新的产品，我想可能也是事倍功半。因为肠道的健康是我们所有这一系列消化、吸收、被利用的这个最最最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肠道的健康又离不开什么呢？我们肠道的健康其实离不开我们这个肠道的菌落的平衡。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我们在出生之前，我们的是没有细菌的。当我们出生之后呢，我们肯定为了这个母乳里面的这个好的这个有抗体的这些细菌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就是对我们生长就像那个什么小宝贝婴儿，他们在出生之后母乳里面的这些益生菌就会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自己的这个肠道的健康。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益生菌的这个数量也好，它的活性也好呢，它其实整个菌落的影响整个菌落的这个平衡。那我们这个菌落的平衡呢，其实不只是说影响我们肠道的健康，而是整个人身体的健康，而且它可以延伸到像我们平时讲的，比如说过敏一些代谢的疾病啊，皮肤病啊，或者即便是心理健康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肠脑轴，就是说肠道的健康直接也关系到我们的这个脑部的健康，而且更大的是我们肠道的健康，我们是称作我们很最大的一个免疫系统。OK， 所以呢，肠道的健康跟益生菌的健康非常的重要。那其实益生菌可能这个词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说过，对吧？那么选择优质的益生菌产品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关于益生菌的这个产品。那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其实随着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也不是很好还有随着这个大环境的一些污染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还有就是食物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我们大环境的这些污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你看看我们每天呼吸进去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很多时候它都会像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还有滥用抗生素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然后去损伤我们的这个菌落的这个平衡。当它影响之后，那我们整个就会，很多人就会，它就会有一种由于肠道炎症引发的一种全身心的自我免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如何去选择优质的这个益生菌，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呢，市场上又有那么多的产品供选择，那如何去选择呢？那我们通常呢，其实选择优质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呢，我们会有三个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菌的这个活力，也就是说在服用之前呢，或者说服用之后，这个菌到定植在我们的这个肠道之后啊，它必须是要能存活的。要不然你给他100个亿、1000个亿、10000000个亿，他也不行，他都是残兵败将的感觉，是吧？都是弱的。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活性可能比数量更加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又能做到活性，又能做到数量很大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菌落的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指日可待，我们可以重塑我们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让它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去工作。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菌的数量。那
当我们能保持保证它的这个活性的时候，那当然越多的这个好的菌就越好嘛，对不对？对我们的整个身体，那就说明你有更多的这个士兵啊，去帮助我们的健康去防疫啊，去打仗，对吧？去做战斗。那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吃进去这些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之后啊，它必须要能够定植到我们的这个肠道，然后发挥它的效果。因为很多时候有你吃了，好像我们也吃一些什么酸奶啊，对吧？好像也吃一些好像含有益生菌的，好像吃了之后，其实你可能好像你没有觉得好像你的身体有任何的变化，你也没有觉得好像你的免疫力好像就提高了或者怎么样，好像就是说变化很不明显。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啊，菌落群，它其实是一个社区来的，所以呢，他们其实是需要做到这些菌与菌之间呢，他们是需要做到相互依赖、相互抑制，就是说也相互制约，然后呢再去共同的去排外，所以它里面就是一个平衡。我们呢需要的更多的这个益生菌，所以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菌落的这些所有的菌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它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那我们很多人有慢性的这些炎症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赶快用上这个产品，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你们重新调理你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那洁丝的，为什么说洁丝的这一款产品我们叫洁益菌呢？那它可不只是说好像有好的这个益生菌这么简单哦。因为它当然它也是跟我们的 yogurt 酸奶的这个口味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它拥有的这个好菌配方呢，其实它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就会强化我们的这个防护力，然后呢提升我们肠道健康之后呢，让我们全身的体质得到一个全面的改善。那洁丝呢，这个洁益菌里面呢，它其实是含有五种的这个母乳的益生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母乳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呢，它的功效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也是很难提取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母乳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话，对我们不管是婴儿来讲，或者是对我们成人这个已经减弱的这个菌落的这个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对吧？就是这个母乳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帮助建立婴儿的肠道这个微生物群的，所以对我们整个婴儿他成长的这个免疫发展是非常有益。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由于衰老，细胞的衰老，然后呢，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我们其实自己的肠道菌群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补进去这个母乳提出来的这些益生菌的话，那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而这个洁益菌呢，除了这个五种这个很好的这个菌从这个母乳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益生菌之外呢，我们还有添加了三种的益生元。那益生元是干嘛的呢？益生元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可以被我们的益生菌利用，然后呢去生长、去扩张，然后呢去代谢生成我们的短脂肪的这个脂肪酸、短脂链的这个脂肪酸，也是对人体非常有益处的。而且它的好处呢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的洁益菌啊还添加了七彩的这个88种酵素的这个蔬果，所以它真的就刚刚我们讲的哈，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这三个这个标准，我们洁丝的这个洁益菌呢，真的就是满足了这三个标准。它不但是多层的这个果匣，然后让它可以真的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去，可以存活。然后呢，它又有1000亿的这个菌株，这个1000亿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去。所以呢，满足了这三个标准之后，我们只要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所有的健康的累积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呢，它可以慢慢的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呢，加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的这个健康，然后去平衡我们的这个生活。每天啊，早餐前一袋，其实真的就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健康又多了一层的这个呵护。所以呢，我把这个产品放到最后，就是说，不好，不管你吃再好的产品，我们也需要肠道菌落的这个健康。所以洁丝的这个产品，对，大家有看到吗？是不是非常的全面呢？从各个方面，它都已经考虑到了。我想说，我们真的是挺不幸的啊，因为
人从人的出现到现在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对人体整身整个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环境啊，从我们发现它是由细胞组成，到后来我们又变成了我们的很多的基因学、分子学、质子学、量子学、生物科技、医学科技啊，不断的在发展的这个今天，我们是那么的不幸，因为我们还是对生老病死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探索的东西，探索的这个方面。但是呢，同时来讲，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上个世纪，人均的人体的这个平均寿命呢，其实也就是三四十岁而已啊。但是由于我们这些科技的发达，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的这个平均年龄呢，其实已经到七八十岁了，所以我们也是幸运的。那当然，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个时代，我们呢，与其于去被动的啊等待生病的时刻，那不如采取一些积极的态度，然后呢更加主动的去预防。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上医治未病。那临床上呢，中医是治病的，西医呢也是治病的，那他们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呢也各有各的局限性。我们其实越来越意识到啊，没病不代表你是健康的哦，因为亚健康人群呢已经达到了 75%， 甚至多过于 75% 了。那这一群人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中医和西医的结合点呢，就是我们大家会越来越熟悉的细胞营养医学。因为营养是生命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也是治疗疾病和健康长寿的这个保证。我们的目标可不单单是不生病哦，而是改善我们自身的这个自愈的系统，更加健康的、有尊严的、有质量的老去。总结来讲呢，杰斯的这一套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产品呢，它的优势呢有三点。第一个我非常喜欢哈，就是它是一个一站式保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让我们系统性的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然后给我们每一个细胞呢去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我们不需要再去这个公司一个产品，那个公司另一个产品，不需要，因为它非常的这个全面、简单、高效、智能。那第二个呢，它的优势呢，就是它给我们足，这个叫什么？你只要给足时间、给足量，你全面的使用它这套产品，你就会感受得到身体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这种变化。所以它是一个你会体一个体验式的产品系列，就是你能通过体验，你能达到它的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一定要给足时间，给足量。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是协同性的。那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它都是复方。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即便是你单选一款产品，那它对你的身体呢也能做到很好的呵护。当然搭配起来，如果搭配起来使用的话，或者全套使用的话，那它就这个相辅相成啊，让每一个细胞更加健康。那这个结果，我们说的这个结果，它也会是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我想说，如果您还没有病，那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细胞营养，给足它有足够的营养，让我们的健康呢更加持久。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轻一点的疾病，那我们可以不用先不用急着去用药，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营养的支持。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些重的疾病的话，那我们需要用药跟结合临床的治疗，然后呢在同时呢跟随这个营养医学，更需要让我们的这个营养跟上。我们全家老小十几口人真的都是杰斯的爱用者。那我更是呢在工作之余工作之中，然后呢特别乐意的去跟大家分享杰斯的这一套细胞优化产品，因为它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就是说额外的一个工具，让我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不但是说去治疗疾病啊，因为杰斯的产品它不治病，但是它确实是改善了我们很多由于自己体质的发生的一些问题出来。所以呢我喜欢分享杰斯，我也是杰斯的受益者。因为我知道毕竟我们必须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才能更有尊严的老去。最后我想说，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们一定要活成最年轻的一代。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年轻，
谢谢大家，拜拜，下次再见。哇，太棒了，谢谢 Mandy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精辟的内容，也让我们更清楚身体健康优化就要从我们的 DNA 基因开始照顾。尤其呢，刚刚 Mandy 在谈到我们全系列产品的时候，特别把每一个细项都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诠释，让我们不但看起来年轻，活得年轻，而且获至心态上的年轻。所以呢，杰斯的高科技的抗老化产品就是我们延缓老化、获得青春以及健康的最佳后盾。我们再次谢谢 Mandy， 也让我们大家每一个都健康有活力起来。哇，太棒了，看到各位这么热情的这个回馈哦。那当然呢，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相信呢，在大众华区也有非常多的伙伴，他们追求渴望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心是完完全全的被燃烧起来了。所以呢，在我们四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域，然后呢，为了去表扬表彰我们这么杰出的杰斯家人伙伴们，我们也运用了各个不同的形式来为他们做表扬，然后以及献上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有些活动的资讯的花絮，想要跟我们说大中华区的杰斯家人们做一个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四月份香港有举办了一个线上表扬会，这个精彩的活动内容，然后以及表扬的过程，然后我们来看一段这个活动的花絮。来，我们请 Q 立起啊。哇，太棒了，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活动花絮，有没有非常的热血沸腾？感觉上呢，就我们一起都是在这个线上，而且在杰斯的舞台上面一起去发光发热，成就我们的高峰。当然呢，除了在香港首次的这个线上的表扬会之外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同步我们在台湾也举行了一个实体的这个基因会的这个表扬，那在现场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烈，而且我们第一次是采用所谓的这个参会的方式，然后呢，台上台下融合在一起，来共同来为我们所有杰出的伙伴家人们，给他们一起的祝福跟鼓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台湾的这个现场的精英会的这个活动的实况，来，我们来请看 VCR。
美丽希望带到全世界，好不好？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amaica。哇，真是非常让人的兴奋与激动哦！所有在线上的这个杰斯家人们，您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这一次的 Shooting Sapphire， 也就是我们耀升蓝宝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成就在巅峰。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位杰斯家人都有一天会站在杰斯的舞台上面，让你发光发热。好，那节目现在已经即将进到了我们尾声，那在此呢，要向各位杰斯家人预告，我们大中华区的时间呢，也就是在下个月的6月16跟17将会举办第26届线上香港杰斯大学，我们非常期盼能够赶快哦有机会大家一起在实体的这个大会堂当中哦，大家一起齐聚一堂。那不过呢，我们在六月份这次呢，我们还是在16、17号是在线上杰斯大学。那我相信呢，在每一次杰斯大学中，你一定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杰斯的全貌，不论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或者是杰斯发展趋势的愿景，更重要，我们有非常多的科研的讯息哦，都会在杰斯大学提供给你。所以各位现在，请你拿起你的笔记本，或是在你手机上面的行事历，直接把6月16跟6月17号的时间把它保留下来。那同时现在开始可以邀约你的团队伙伴跟你的潜力客户一起在6月16号跟17号一起线上观看，让我们凝聚力量，一起来再攀高峰。好，那最后一个部分来讲话，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开课程开始之前呢，有特别请到我们的家人一同扫码填写2021引爆契机这个线上全球年会的这个活动问卷。那同样的，我们有提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我们也有把这个问卷的连结也有贴在这边。好，所以刚刚如果你没有填到，或者是说你刚刚才进入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的，都请你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来扫扫码，然后把我们的连结呢转分享给我们的杰斯家人，然后一同呢把我们的宝贵意见提供给公司，让我们在2021 Ignite 线上年会，我们一定可以拥有最棒的超级飨宴。好，各位扫好了没？好，如果还没有的话，来现在赶快好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面那个扫完我们的这个问卷的这个扫码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填写相关的内容咯。好的，那今天的课程呢很开心，我们在此将要告一个段落。那祝福所有杰斯的家人呢健康平安，事业蒸蒸日上，我们下次见，拜拜。